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2月15号，今天是很多申请 PhD 的截止日期。对，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个就是 LaTeX 的 example。就首先就是告诉大家，大家每次在 double leaf 写完之后呢，如果出现阵亡的意味着你有一些编译的 error 或者 error，所以就是这个地方你每次离开你这个文件的时候呢，保证这个地方不要出现红色，它可以是黄色，但这个数字不要太大，我觉得小于10有时候是可以接受的，但尽量不要大于10。我们可以现在点开看一下这个 error，这个 error 主要是因为啥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加数学 dollar 符号，我们现在加一下这个数学 dollar 符号，这个 error 就应该不存在了。所以大家以后要记着把这个 fix 好。现在它就已经可以编译了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把这个同学的问题叫 Q1 好了，就是希望知道怎么 answer 这个问题的同学呢，能在那个朋友能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因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 answer。然后这个问题我们把它叫 Q2 好了，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 answer。我希望就是同学们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学生问什么是写元因，写元因呢就是说。比如说这儿写where the first step follows from，这个确实可能是 definition 1.3，但是它要记着加 label，我们不能 hard code definition 1.3。然后大家就是以后在文章里边写 English 的时候，不要随便打这种斜杠啊，这种双斜杠都要删掉，千万不要打。我们看看 definition 1.3怎么定义，有没有 definition block？我们看一下，OK，它应该是有的，叫 UX，叫那个 VX，所以大家以后不能 hard code 这种东西，你要把这个写成 label 啊，给大家说一下。我们来编译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第一步的元因就写完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第二步、第三步都是要写的。The second step follows from。好，然后这个同学问了这个 question 呢，我也不知道啥意思。以后呢，如果你想问两个 question 呢，就把它写成两个东西。Q，比如说这个叫我们把它叫 Q3，这个叫 Q4 好了。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是不是三四个 question？没错。OK，这个提供还有，我希望呢，就是说，如果知道怎么 answer 这些 question 的朋友呢，能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 Q1、Q2、Q3、Q4 的答案。非常感谢大家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本视频只适用于就是跟白老师一起说相声的朋友。拜拜。